党内先进以及在座各位党内同志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台港好，我是侯友宜，总统好。在接受征召代表中国国民党参选中华民国总统之后，第一次跟党内的所有的同志们齐聚一堂，特别感到高兴，热情温暖，斗志高昂，斗志高昂，斗志高昂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全国人民以及全党同志给我坚定支持，给我深切指教，是你们的支持、鼓励与提醒，让侯友宜可以跑得更快、更远。感谢朱主席，在本党最艰困的时刻，勇敢承担，带领本党冲过一道又一道的难关。感谢在每一场选战中带头冲锋，为国民党守住民主阵地的战将，是你们优异的表现，在这几年的选举中英勇地打出了泱泱大党的气魄，打出我们的气魄。在座的韩国瑜市长、秀燕市长、善政市长、万安市长，以及本党执政的各位县市所长，你们都是我的榜样，特别是韩市长。过去这些年来，为了国民党，为了中华民国，付出与贡献，更令我深深感动。他的一句话：“莫忘世上苦人多，世间上艰苦人有够多。”这句话我一直放在心上，